你在这干啥？哎呦！现在我们其实在上体育课，是自由活动时间。上网课就是好啊，比我们在学校轻松一些。我跟你说，就现在那个的功夫，真可以玩我好久，都没有碰过那个火气流体熊啊！买了一直都还没玩过呢。哎，我有人渣呢，来你的房间蹭个空调。开着空调上上网课，玩火气流体熊就是爽。爽是爽，就是房间有点干，你们要多喝点水。为了一天的皮肤是有点干哈，我都忘了去拿了个加湿器。哎，那你快去拿。爸爸，我们俩 PK 玩火气流体熊好吧？看谁做的好看。走你，走你。哎呦，插腿啊！我一直都没搞明白这几个是干啥用的。这个是电解盖，有了这个东西呢，它可以从水中电解出一些特殊的因子啊，减少水和空气中99.99%的细菌，99.99%的病菌，这样才够安全。你说在哪儿？是这个吧？肯定在水箱里面了。这个逆子门足够，这样你加自来水的时候用时间长了，它不会有白粉。好吧，太极的，直接开这个智能恒丝，一会儿就不用调了。给它开上吧。啊，水雾挺细腻的，不会打湿地吧？好好好，来了。我人生中第一个火气流体熊就要脱模了。啊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就要到了。我一点都不看好，一点都不看好。来，不要眨眼儿 啊！妈呀，你咋给人家搞了个残废？乞丐版的吧，这个。你这个颜色倒是……它是紫色、白色、蓝色、粉色这几个颜色加在一起。梦幻系列的。嗯。但是你给人家这孩子照的不是很完美呀、啊。好，接下来看爸爸的。我应该就不用做了，直接赢算了。哎，那还是万一你两个腿都残废了。做一个。你小孩这只是一个腿残废，你做两个腿残废。两个腿都残废。对，两个腿都残废了。我来用的这个模板，我来用这个模板来准备做暗黑系列的。还有白色还暗黑呀、啊？这是破色搭配颜色。我都没有做成功，他能做成功啊？小瞧谁嘞？小瞧谁嘞？赶紧做，赶紧做！你看我这一把，看这架势肯定能赢。静静的看着你失败。呵呵呵呵，又慢出来了。爸爸啥时候赢过？在我的字典里没有失败，只有成功。中毒了！现在你对我爱理不理，我一会儿让你高攀不起。切，可以开始了。哇，有感觉呀，有那种流体熊的感觉是吧？嗯。还有一块，我都忍不住的要笑了。哎哎哎，你别捣乱噻！吐了一下。完了呀，这耳朵差一点。没事没事，我这还有。一个弄成个瘸子，一个弄成个聋子。你能不能文明一点啊？爸爸手忙脚乱，刮过的，那不够。爸爸，你要不要去上个厕所啊？上个厕所来了，可能这个就四分五裂了。哎，见证奇迹的时候，你就是死鸭子嘴硬。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哇，好看呢！让他两兄弟见面吧。我成功了。你想做的这个是姐妹，爸爸做的那个是兄弟。你这个怎么这么软？刚刚就拿了一下，太坏了。还没完全，还没完全硬。这样，爸爸做的这个颜色其实很好看的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从形状上来说，刘小爱她有残缺是减一分，爸爸那个颜色我觉得还更好看一点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不好看，还是交给他们吧。这个是这个，我下次准备改名叫独孤求败了。刘小爱叫独孤小爱。